家人都很好，也谢谢爸爸带给大家这么多年的快乐。我相信爸爸在天上也会很开心的，继续的带给所有的人愉快开心的每一天。贺一航的儿子曾志豪镜头前故作坚强，妈妈 Judy 抱着白冰冰泣不成声。最后一次录节目是上个月9号，怎么会成了天人永隔？他的某个心态是不是跟诸葛亮大哥很像？就是最后的这段时间，因为变一个好伊的遗属，我哩感觉伊上尾即阵嘛是要变好伊某的。烫啥？唔烫。最新的节目影片曝光，贺一航看起来有点疲态，但仍敬业演出。这一切看在儿子眼里，为的都是家人。爸爸一样，就是还是很幽默的方式跟我说，就是要加油，要努力。我爸爸最希望是可以带 Judy 环游世界吧，游山玩水，然后换个好一点的房子。爸爸的承诺还没能兑现，满头白发的岳母和贺妈妈灵堂内互相搀扶，让人鼻酸。我觉得他选择就是用快乐的方式治疗自己，我就觉得我们尊重。艺人林美秀、陆元齐忍痛来送老朋友，灵堂上帅气的照片是贺一航的最爱，大肠癌离世的他留给家人朋友无限不舍。三立新闻黄先生、李一慧、王勋、光顺 SNG 台北报道。